养恶意希诺布大法王的弟子一批批大成就，四川唐氏诱惑大解脱，舍利200多颗。法宗时报，西元2004年9月1日星期三综合报道，记者蔡家乐报道。养恶意希诺布大法王弟子，四川成都新凡人士唐谢乐慧，法名世新慧，享年84岁。于2004年8月31日，中国农历7月16日晚子时，由阿弥陀佛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唐谢乐慧，亲人称唐婆婆，她一家大小都依止大法王修行多年。她常对人说：“我的儿孙们都能跟着大法王上师学到正法，这是我这一辈子最高兴、最骄傲的事情。”唐婆婆对于大法王无比恭敬，大法王对唐婆婆慈悲关怀。一次，唐婆婆患肩周炎，手举不起来，疼痛难忍。大法王安慰道：“没关系，我给你扎一针就好了。”时值隆冬，大法王隔着几层厚厚实实的冬装给她扎了一针跑马神针，当时就痊愈。多年后，唐婆婆讲起此事，神秘与惊奇依旧。今年6月的一天，她对家人说：“昨晚我看见一个好高好大的护法神啊，脸都有门那么大。他告诉我，今年下半年我要往生极乐世界了。”他所指下半年，是从中国农历7月10至12月。8月15日，即中国农历6月30日，唐婆婆显弥留境，家人即刻报告大法王。在大法王法力关照下，当晚唐婆婆就变得十分安详平和。不仅唐婆婆安详，居所屋内屋外整个园子都一片吉祥。第二天，即农历7月初一中午，前来助念的几位佛弟子看到天上飘着一片雪沙组成的哈达横贯长空。晚上，一向阴雨密布的成都盆地天空，单单就在唐婆婆居住的院落上空，突然洞开一片清澈晴朗的夜空，繁星点点如钻石般闪烁。就在这一晚，唐婆婆开了顶。唐婆婆依照大法王开示，一直努力用功持咒念佛。她每天仅喝一点点葡萄糖水，以禅为食，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做功课，念诵阿弥陀佛和大法王圣号。如此用功20多天，头脑清醒，说话自如，口中放出异香，周围邻里惊诧不已。8月31日，即农历7月16日晚11点左右，唐婆婆女儿唐玉荣给母亲梳头，梳着梳着，唐婆婆忽转身右侧，呈吉祥卧室。唐玉荣看到母亲突然展颜微笑，一股热流片满头顶，笑容定时，屋内一片明朗吉祥。唐婆婆一动不动了，唐玉荣立即找人报告大法王。
大法王说，他已经圆满道果，成就了。唐玉蓉再回头看母亲，此时只见唐婆婆的脸色、肤色都转成微红色，正是阿弥陀佛接引往生的殊胜迹象。在场亲友及助念者激动不已。9月6日及农历7月22日下午，唐婆婆法体在新川新都宝光寺转咒涂皮，转咒火化前就有法语甘露加持，转咒一开始，火化炉中圣境顿然呈现，念佛恭送的人群立刻响起一片冲天的掌声，声声佛号中伴随着惊呼声、喜极而泣声、欢笑声、发愿声，熊熊炉火中红色蓝色的光芒不断闪耀，光芒中飞出火凤凰、金翅鸟、金龙护法、金刚护法，俨然威力，吉祥虎周身放光，金狮口吐青莲，眼放青莲，羊恶一心诺布总持大法王的法王像、头陀像、大师像一一呈现，阿达尔玛佛、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、弥勒菩萨、宗喀巴大师慈悲显现于朵朵莲花中，极乐世界的楼台亭阁还有巍巍须弥山也同时出现，唐婆婆的脚下和手上出现双层莲台，拖着她盘坐其中，满脸笑容，全身放射蓝光，冉冉融汇于佛菩萨的光芒中，佛国圣境不断呈现，火化炉前欢呼震天，人们激动地大声持诵大法王的圣号，泪流满面，大声呼喊：南无大法王上师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以后你们一定要把我的母亲接走啊，南无大法王上师啊，我一定要跟您好好修行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您一定要来接我啊，佛法太伟大了，我一定要大成就。大法王上师，您的佛法太伟大了，您教一个成就一个，教两个成就一双，我们眼睁睁看到各个成就，您太伟大了。恭送唐婆婆到极乐世界的涂皮法会顿时变成了发愿法会，许多人哭着发愿跟随大法王修行学佛，并为家人回向功德。在火化现场亲见圣境的佛弟子，法号是释心真、释道品、释心兰、释心恩、释广净、释道之、释明熙、释智圆、释智化、释真华、释真莲、释心荣、释心前、释德峰、释智峰、释德玉、释智达、释德坤等。当天晚上，在唐婆婆的骨殖和骨灰中，共捡出了263颗异香扑鼻的舍利坚固子，这真是佛史上的又一奇迹。茫茫人世，唯生死最叫芸芸众生惊恐战栗，那是凡夫人类永远无法逾越的恐惧深渊。然而现在，我们有幸亲眼见到生死。对于虔诚依止养恶一心诺布大法王修学的佛弟子来说，似乎是小菜一碟，因为大法王拥有佛陀当年的真正佛法，大法王坐下生死自由，往生极乐，殊胜成就者一个接着一个。峨眉山13代祖师开化寺方丈生死自由，肉身不坏，王林泽老居士、王成俄芬居士、阙祥寿居士、赵贤云居士、美国的圣昭夫、马尔克夫人及此次的唐谢乐会居士等等诸多大法王弟子，都无比吉祥地往生极乐世界，彻底远离了生死轮回的部位苦难。这些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眼前的圣迹，让我们清醒地了解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：养恶一心诺布大法王真正的如来正法，
就在这个世界。这就是真正的佛法。